哪怕强求你，你也不会答应。我知道今天很辛苦，那我就先退了，再想办法。今天我送你，赶紧吃完了，那不给面子，就这个。你最后不用别的话，就演员。我觉得只有这儿的忘不了鱼，才有那味儿。夏总，我们都清楚不是鱼的原因。因为你刚才把那个情绪点放在最后面了，结尾的里面很凝重。嗯，所以说我觉得把凝重的点放在前面。如果真的要给自己写的话，我死。我希望是让自己舒服的吧。明天我送你。